如何能让男朋友不经意间刷到这条视频呢？不舒服的那几天来一碗红糖水麻薯，我一定会原谅直男男朋友的。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自己动手哦，麻薯加热搅拌成这个样子就可以啦，冷一点后放入红糖水里面，加上自己喜欢的配料。我最近种草的德芙珍珠奶茶巧克力，它有两种口味，你一定想不到小小的一颗里面还包裹着 Q 弹的珍珠，充满浓郁的奶茶香气，还能带来有嚼劲的奶茶碗，超满足。和红糖水麻薯一起吃，就是再难受的日子也能缓和呀。抖音